菩提本无树啦，哦，何处惹尘埃？韩市长，比如这实在敢讲，卖讲是神啊，这真正比神搁较高一级哦。啊，就卖搁讲阮这是半仙尔，半仙是较不敢当，这是主持人讲的，我歹势。本来亲像橄榄球呢，这过去因为老总统来到台湾，两岸的紧张，所以呢，两边呢痛甲毒，即当其时的毒派等于就是爱对杀哦，甚至枪杀嘛，所以大家真侪人走路去日本甲美国。统派嘛讲，当其时伫老总统伫的时阵，啥物人敢讲要含中国？哦，是咱要去统伊。当其时的讲法是安尼。慢慢亲像这骨头的时阵，就是开始开放交流嘛。交流了呢，就亲像这个形体，到甲即马这个链球形的，这即马已经渐渐步入危机的是安那。这是即马你是看是链球哦，那是无赶紧甲调倒转来，会变气球咧。这两粒腿啊吼，两粒球会阁生气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是已经接近兵戎相见的时阵。所以现在说要把球回到骨头，就是中这条锁链，把这两粒球连做这条锁链，只有透过两岸不断扩大交流，才有办法回到这个形体。那么扩大交流就是韩市长现在在做的，就是这个事。所以他刚好是地方首长，所以他可以撇开政治，所以这个时候让他的能量比较大，他不要去说痛和毒，台湾维持中华民国的立场，那么不断和大陆扩大交流，扩大交流，咱的智慧，咱嘛无够，咱的囝，咱的下一代智慧也比咱较好，都有够时间会化解足侪问题，所以只有扩大交流。那么因为安尼呢，一张美国的访问，所引起纷纷扰扰。这个访问，你讲叫人拢卖幻想。我敢那转去台南就对了，实在讲的，下早我坐伫高铁顶头去要看我翕相的，我你讲安尼伤着我的心，我讲我翕相安那留电话，我就会卡好伊嘛。啊，服务处就甲我传起来啊，我就甲卡，我讲某人哇，歹势我无伫咧吼。伊讲无啦，我要去看韩国啊，神煞来看你，要去高雄看韩国啊，甲神煞来看我。我来，因即马真侪人来说对。这场的美国的访问，煞造成对韩市长有期待了。啊，这期待惨嘛，这国民党安尼就困了啊了，吼、哦！所以我妈讲，因太太嘛讲，大家卖误解。韩市长嘛讲，卖想想这。啊，你愈讲叫人卖误解，愈讲卖想想这，大家偏偏啊，就愈想煞愈济。开始坦白讲，伫民间即马有一股声音，就是讲，啊，那既然选袂赢。就好一个拼会赢的选啊，无是安那爱安尼。我讲伊无理由人选啊。第一，高雄市民伊阵全力咧拼，打就只一个外汇尔，咧拼高雄的经济，咧拼高雄市的未来，甲幸福的希望，伊较有理由人选。伊讲有啊，梁家，你伫电视有讲啊，讲个苏院长讲叫高雄市若要讨有算，就吃好心家己合啊。哦，你看这。听又得听到，假使苏贞昌院长，你若要搁对高雄市民苛责，要搁对高雄市政府苛责就对了，你是咧甲高雄市即丛仔啊灌肥料，灌营养分，予韩国的即丛会愈来愈大丛。这咱台湾人你都足清楚，咱尤其咱下岗人，就上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啊，拔刀相助啊，就是即款的啊。啊，你哪有讲伊做一个伊赢？去热色，啊！恁输的伫遐主持会议，甲你讨讲恁负债三千几个，啊！高雄市加减给阮补助，你怎叫伊吃好心，家己合啊？自作人作，这听着高雄人的心肝内是有够热的。所以因在看这个节目，伊讲，哎，你有讲过啊？对无？哎，那个苏院长就是安尼对付高雄人，阮就是吞袂落啊。所以今麦是对高雄慢慢有这个气氛，除非啦。高雄市民讲，啊那安尼要叫阮吃好心，家己合，安尼市长去甲拼哦，换咱你呾当选，对咱高雄会当改善，对咱高雄的前途，甲劳工、渔民、农民
瘫痪，拢有帮忙。甲互伊安尼起，我看是啥物人拢挡袂掉。卖讲科比，你要搁闹相声，脚踏车大家脚脱离，我一讲，还在你有哪会艰苦着？所以这个寒流是不是将来会影响到两岸关系？我想美国这个智库呢，坦白讲是对台湾有相当的了解，对大陆也有相当的了解，所以希望韩国如今仔日弹出这个比如出来，这不是黑白弹的，这是拢有思考过，确实符合两岸的现状。所以伊虽然无要讲政治，伊是一个地方的首长咧拼经济。透过拼经济扩大交流，会当让两岸化解真侪误会。我认为蔡总统你应该支持。即卖执政者，因为你有所不便态度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立场的问题也好，或者是你主政治主张和我无共也好，但是你应该支持韩国瑜代表中华民国继续和大陆扩大交流。那安尼的话啊，你要和美国搁较亲。安尼，你算作讲啊，各有支持，对大陆唔是甲当作敌人的看待。安尼，咱台湾啊，中华民国啊，佫袂陷入危机啊。无你唔通看安尼呢，即马农行甲渔民，我唔是只讲话，伊讲梁家，你有够厉害，参阮不听下的理，你都知影。我唔是多数嘛，吼，一丁人忠臣好主嘛。两件事，读书经典，怎样？因拢有看册，因读册人呢。你唔通看迄正式的、做事的举低头。礼物比人较侪，涉世贤文读比人较好。伊讲吼，两岸的关系呐，即马美国安尼，咱也起几平。你等于节目中爱讲哦，这对咱台湾不利。我讲哇，你也知影这美国啊，国际局势，你当作阮举低头的，就拢无咧关心。即马咱的农民、渔民，包括咱真济用的饲料是对美国进口的，包括猪笼，要生猪啊，要生一斤的。一公斤的肉就对了，要吃一公斤的猪肉起来，要吃40块的玉米偷懒的饲料，所以美国的玉米大宗物资介绍安那，伊拢在关注嘛。如果美国甲大陆关系啦拍歹，哦，咱台湾去跌几度就对了，啊，温和些嘞。这龙渔民跋筊嘛足厉害呢，你若跋小筊，两脚咧跋。博小小啊，你乌白地马紧呢，袂安怎呢？人若咧博大叫的时阵哦，你去跌几平啊，去扇着拳头尾就对了，你就便宜啊。所以想啊，你要跌美国啊，跌几平？与其如此呢，不如和韩国如，伊即马去到美国这场演讲转来，会当安美国人的心啊，安尼你的立场是有哪是顾现在状况，维持现状，这正港的维持现状嘛。啊，蔡总统，你的维持现状是球，你的维持现状就是亲像安尼嘛，练球，这个练球同款嘛。刷了呢，开始干啦，要防卫性的部署飞弹、生产飞弹、加强军备，这就开始咧变气球啊嘛。就已经不是一粒烟球嘛，变作气球。咧当机啊，咧抄气球的时阵哦，你就要退避三分啦。所以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感觉讲哦，伊坦白讲，做这代志真有智慧，但这个。愈突然，伊的智慧煞愈惨啦，阿老啦，煞唬人，大家愈想愈济嘛。我勒本来要甲讲市长，你即阵去到，你安尼展现出来，煞变作伊的高度有垫高一层。阿哥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昨啊，下早要来，足侪人甲我讲，你二四改二三，我爱去换车票啦吼。哇，拜托个，我阁甲恁讲一下，即市长哦，阁改啊，伊伫三市啊，我讲。伊行程真正侪啦，吼，咱坦白讲，啊，即马二七，我甲大家讲，佮改十七啦，吼，二七改二，即马我改二月十七，哦，你来看。今天为止是2月17，二月十七，韩国瑜要到台南去帮你站台，啊，我也去甲学校，远东科大，吼，你场地要借大一点，好，对对，迄个当坐3000个，3000外个诶体育馆，吼，因为万一若惊落雨嘛，所以当室内啊，啊，要替只龙鱼面吼，行销龙鱼产品。所以即马改17下昼吼，两点，歹势啊，哈，2月17，你去改，你即马车票订好，拜托恁改一下。哦，这是在甲大家报告无奈啦。但我知影你拢是抱着含高雄市民同款欢喜快乐要出棚的心情。所以呢，看到韩国的要来，啊，真侪台南的乡亲去问的，伊讲改话紧，阮这伫台南近近啊，阮桥都爱就会到啊，吼，真欢喜。所以期待韩国如即摆去美国的演算呢。
啊，会当冰河啦，会当开始甲台湾、甲大陆两岸即马现况呢，啊，完全互即个美国人知。咱毋是仇恨美国人，咱嘛是跟美国人做好朋友，跟日本人做好朋友，但是毋免抱甲家己无尊严，毋免抱甲家己像细汉的。看到美国安那老爸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大陆是安尼混甲冤个切，无意义啦，毋免得安尼。哦，大陆，我的祖先嘛对大陆来的，我祖先对安溪来的嘛，种地好所在，啊，较早足歹趁食嘛，歹做事，歹趁食嘛，唔开过乌水沟来台湾。啊，若早知影大陆安溪今嘛才好了，对啦吼，迄凡世人较早就唔来啊，啊，这无啊多世事难料嘛，既然来，这是咱的根甲本，唔免去否认嘛。但美国啊，伫世界有伊的立场，过去帮忙中华民国真济。日本啊，含咱就近啊！若要安尼讲，日本啊，迄五十年澳门台湾人足济啊，阮兜的土地嘛去互澳门去啊，嘛无甲阮赔偿啊，去甲阮做铁路啊，啊即马，靠甲阮赔偿，嘛无甲阮征收呢，嘛无钱互阮呢。啊，结果是干呐叫阮翁公去食头路，去日本的铁路火车食头路，安尼尔呢，土地就甲你用去啊。所以咱是认为讲，咱来理性啊，互韩国如此抓去美国等，我相信会一个新的局势。啊，一定是伫哪样？我是讲安尼也歹势。伊即马说变作伫哪样内底，诶，迄个民间的拥护度上悬。哦，啊，当然别人嘛真悬啦。但比较中间的说变作，伊是一枝独秀。所以伫安尼的情形下，伊个宣布，伊就绝对无要选李孔，伊唔选啦。伊讲伊唔选，你听好无？啊，那恁高雄人，即马我拢无资格讲。台南、台东、台中，即系。坦白讲，大家袂使讲，敢那高雄市民，高雄市民有权利尔。啊，高雄市民哪要放伊走嘞？对无？恁高雄市民敢要放伊走？哦，有啦，都苏清昌搁客制了。恁高雄市吼市民哪要食好钱，家己合。哦，哎，伊这若搁讲一遍，我看高雄市民都掠狂啊啦，都爬起来换因赶韩国个出来选啦。哦，啊，若到迄个林东北仑，迄跟我无关系。哦，坦白讲，若要安尼行，局势若要安尼行，跟我无关系。